小刚也被大家团团围住，盘问起了新片《唐山大地震》的消息。讲人的情感，没有适合葛优的这个角色。身为政协委员，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国计民生的大事。针对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，两会上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：如果明星代言的食品出现质量问题，那么该明星也要承担连带责任。对于这些提案，张艺谋和冯小刚都有着自己的看法。如果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要求，有这样的一个法治要求的话，那就作为明星代言的时候，那你自己就可以掂量，那你自己利用你的条件，你去了解一下，这个食品。说这方便面，你说这明星说你应该试吃，好，没问题，可以试吃，他可以试吃半年，说我觉得他不错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这明星，你能保证他出的一箱方便面每盒都没问题吗？娱乐先锋整理报道。